飞机咻咻咻哈咻，小宝要小心一点哦。咻蹦吧，嗯，妈妈，小宝，你怎么了？你是怎么玩的？玩成这样！好乖好乖，不要哭了，妈妈帮你拿出来哦。好痛啊！怎么办？这花瓶很珍贵，可是孩子……就这么办。小宝，忍耐一下哦。手没有受伤吧？